慈济美国医疗置业满15周年，这些日子以来，义诊中心不遗余力照顾低收入户。迎接这个大日子，美西时间11月1号，洛杉矶阿哈拉加市的慈济义诊中心将要举行健康日活动。另外，美西时间11月2号，洛杉矶的南艾满地市的医疗置业团园区也将有各项医疗的宣导园游会。赶在各项活动开始之前，慈济志工和医护人员总动员，携手大扫除，要提供大家一个干净舒适的活动环境。